做了媽媽之後，我覺得學識了怎樣 appreciate 小朋友咯。小朋友是有些可愛的時候，他們有什麼時候可以教到我啊？ Gonna eat the yolk. Make me to a better person. Super yummy. 媽媽是要敏感的，因為呢你要知道你仔女 的 personality 啦，那你才可以識得跟他們溝通咯。Is that good? 運動令到我發現到我自己不知道有的所謂 talent。做了 fitness， 要跟很多不同的人傾偈，那我就懂得去跟人相處咯。原來我做運動的時候可以所謂感染到那麼多人的。我覺得強烈這兩個字其實很適合我的。譬如我很喜歡 fitness， 我很喜歡整 jewelry， 我很喜歡欣賞其他 jewelry， 這個 passion 是很強烈，那我才可以繼續去發掘多些關於 fitness 或者 jewelry 的東西。